超级定刚新职业龙少年，手持专属武器金刚长矛。先来试一下这把近战武器的伤害，攻击动作相当丝滑，跟平常近战武器伤害也差不多嘛。来看一下小技能，将武器投掷出去，这对手身上怎么闪闪发光，是被电了一样。毕竟20秒钟只能打这一发，应该是能够造成巨额伤害。还有就是被动技能三连跳，想不到还是一位身法少年。再来看一下大招，有点类似于爆破上位啊。想不到天气居然被改变了，居然出现了雷暴，雷暴会随机攻击范围内对手，有点类似于爆破上位大招啊，感觉爆破上位可以失业了呀。怎么样，这新职业既有专属武器又灵活，还有范围性大招，还是强度可以的吧。目前龙少年这职业啊，只能在训练场里稍微玩两下，超级对抗现在也正式玩不了，明天应该就会开放超级对抗啊，今天只能开放一下海岛的新模式。还有呢，突变团境会不会加入这把新武器呢？如果能加入那就好玩许多，是吧？明天咱们拭目以待吧。